第二個方法咧，就係我將呢條數咧2000×2000減咗1000×750咧，先讀一次機先。咁我讀咗呢個數啦。咁但係呢個數我單位其實係 cm 二次嚟噶嘛，所以我就阿陳生，我就將呢個數除100兩次喎，再除100，剛剛好同我哋剛才嘅325咧係 perfectly match 嘅，睇唔睇到啊？所以呢個咧就係另一個更快嘅方法嘅。不過頭先就係想解釋個邏輯俾你睇嘅。咁呢度咧就係、是、個單位做兩次換轉換，因為佢係一個面積有兩條邊嘅長度相乘，所以我哋做轉換嘅時候要除兩次100。